内蒙古硬汉。没有硬汉。没有啊。没有。金马奖电影八月男二演技派。没有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再见之时总能给人音乐上的惊喜。没有。中肯不？下一位。我。恋爱狂魔。吓掉了。舞蹈界最会 rap，rapper 界里最会跳舞的。酒神。哎。DT Vico。NU 思想课代表。没有。最为团队着想的兄弟。没有。话痨。没有。一个没中。健身达人。没有。太棒了。然后到 DT Nassim 嘛，一直都觉得王哥是我们的词王，无所不能，爬高上低。一直都觉得王哥是我们最帅的男模。哦，没中吧？泡模像不像？不像，跟他那儿一样。不是泡模，男模，一个都没中。老派，咱们的关系今天就到此为止了。是，他们是故意那个啥的，对，之前。然后到谁了？到坤哥了。坤迪草场坡颇帅。没有，潮流达人。有品位算吗？有品位算，绝对不算。大家评判一下，算不算？收腹跳，收腹跳。你们就非得让我跳吗？还有一个，下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我还多写了好几个了。我的精神导师，哇，我这太荣幸了。当然，现在我也教他一些 flow。派克特的 flow 都是我教的，我怎么可能拿不到链子？然后下一个辛巴，回到室内一定要脱光自己的衣服。我说从里到外，我说全场都好玩吧。我说，嘴上老说不吃不吃，吃起来比谁都吃的多。对。暖男，善良。暖男不善良，不要误会暖男。暖男他也可以不善良，像他这种就是暖男。化掉王那一把，少了一个组。足球小将过你们就像过马路，我认，动认，我认，我跳，我跳跳。是呀，感受一下。跳一下。听见声了已经。easy， 咱是这下回高抬腿吧。你是不是想退出场？让我先缓一下啊，我先继续讲了。下一个，张浩啊 ，Noah 内部调解员，开心果，还没到开心果呢，抢答呀，还会抢答了呢。我热，先等会儿啊。啊，我先砸一个。司机，司机。对，因为我们一般出去的时候，就要是开车的话，就让张浩开。看着我长大，所以没有什么好说的。这跟傻应该是一个。哎呀，自报家门了。没有，就那就一个开心果嘛，好吧，忍了。我以为你会说我傻。自报家门。我为啥要说你傻？我以为你会说我不老。我也没有说你不老。对，那到最后刘雨欣了。先跳三下吧，要不我感觉重，我都特别冷。特别冷，对，你看我今天穿这么多，我特别冷。没有，我老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冷笑话。他们觉得是冷笑话，对。下一个就是特别能睡，他估计一会儿录着录着就着了。然后下一个应该会说到我是一个，之前是一个空军。第一个最帅的退伍空军，中，对，对，哎，别急啊！冷笑话之王。好，别急，晚上不睡，白天不行啊。对，你不摔就对不起这卡片。你是不是觉得你对不起我？跳吧，我得跳三下是吧？连续跳，真的。double， 好，原地跳，全中 double， 双脚跳疼的话，单脚跳，六下。断了。哇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来，硬汉嘛。爱情。